是小乌鸦变傻。有一天，一只小乌鸦在一棵大树上认真练唱，一只小喜鹊在另外一棵树上唱着甜美的歌曲。我是小宝贝，从不怕累，学功课一大堆，像个小 baby， 只爱张嘴，有时还要吃奶嘴。哈哈，我是小宝贝，从不怕累，唱歌跳舞我最会，时间不浪费，老师说对，乖乖乖乖小宝贝。小喜鹊唱得真好，小乌鸦心里想着，要是能像他那样子歌唱，该多好呀！于是小乌鸦就学着唱，啊啊啊！但怎么学都不像。过了一会儿，一只小黄莺飞了过来，落在柳树上，也唱起优美的歌儿，美丽。于是他又学起小黄莺的歌调，啊啊啊，谁知一张嘴就唱都不像，小乌鸦只好垂头丧气的飞回家了。他委屈的对妈妈说，妈妈，小喜鹊和小黄莺歌唱得多好，我怎么学都学不像。乌鸦妈妈说，傻孩子，个人有个人的风格，不能太像别人呢，否则就没有自己的风格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要有自己的风格，就不能太像别人。谢谢。谢谢歌唱十三位同学。